欢迎大家来到白天刷不到半夜躲不掉栏目，七个日子深夜假传。我先来一块巧克力开开胃，好像上一次也是这么吃啊，也是同样的服装，也是同样的发型，也是同样的冰爽巧克力。现在是晚上23:36，你吃宵夜了吗？还是你们刷到我的视频，好细腻啊！这巧克力豆腐太绵软了。这个炸葱心超级嫩。你们爱吃炸香蕉吗？哇，外酥里嫩的。肉墩墩的外表看着就很有食欲。烤肥肠，最近对肥肠很上瘾。这个肠衣爆开的声音太治愈了吧。肉肠的快乐是淀粉肠根本比不上的。冰冰烤得很硬，太硬了 ，sorry。金针菇是个好东西，不管怎么吃都是 see you tomorrow。这是不能吃的，烤破了。
还是撸下来吃着爽。你们猜一下这是什么？炸牛奶。这个一般是要沾那个炼乳吃的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拜拜。